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。那今天的大盘啊，开出来的盘啊，按照我们开盘八法告诉我们啊，它叫做一高压力盘。那一高压力盘在所谓的高档区啊，它就是属于一个震荡整理哈。但是投资朋友们，老师必须啊，要在节目里面提醒你啊，这个大盘啊，来，短线上面的涨幅已经超过了1000点哈，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去进场啊，老师认为啊，应该赚不到钱啊，你应该在高档的时候，你开始做出个调节。好，那调节结束之后。好，有些股票会拉回嘛，哈，甚至啊，目前为止这些股票在低位阶开始转强啊，那你就要追随严老师的脚步啊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啊，来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哈。其实你看严老师节目看了很久的同时啊，严老师都是希望你们在底部区就能够买，好，那在高档区有人要买的时候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卖给他嘛，哈，这个叫低买，好，高卖，好，先行做到个获利了结啊。那我们的操作。啊、哦，绝对是诚实诚信操作了哈、哦！你看老师看了那么久了，如果说你是严老师会员哦，我相信这个会员的等级，包含这个会员的编号啊、哦，跟你手机里面简讯啊，好、哦，完全是一样的哈、哦。那投资人目前为止啊，可能要面临到随着大盘的一个转折，啊、哦，这个转折一定要站对方向哈、哦。那股票市场里面啊，有所谓的危机，就有所谓的转机，这个危机要避开，这个转机。要把握低阶的一个买点哈，那当然我们近期的操作的话，你可以留意到哦，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获利了结啦，好，但是今天呢，新进的会员也好，我们的老会员也好，今天老师有买进唯一的一档股票，在买进的同时，在低的时候买进了，那在今天的盘中，甚至收盘的时候拉到所谓的涨停板哈，那这根涨停板是献给。啊，参加严老师、投资朋友们啊会员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奖励了哈，相信严老师，老师愿意帮各位，好、啊、来在底部去布局啊，能够帮各位赚大钱哈、啊。那老会员的部分的话，来请注意哈、啊，来特别会员的简讯，来这档股票我们在近期啊，那操作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哈、啊，那目前为止就不要再进场了哈、啊。那高价股的部分的话，这档股票价差最后一次操作。好，我们把41块钱的现金一张，好，你可以赚41块，好，把这个现金在今天把它获利入袋哈。那你张数放大，啊，张数放大，啊，甚至有人可以买到20张的啊。那这个所谓的不小的一个数字啦，82万，好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，好，在今天看严老师节目的同时，就可以把这个钱扎扎实实的放在你的存折里面啊。那你今天的心情呢，哈，会好一点。那新朋友啊，新朋友来看到这通简讯哈，好，这个买卖一定有简讯啊哈，不可能没有简讯，啊，也一定有会员等级，但是老师的简讯啊，里面有包含所谓这档股票的啊代号，啊，包含我们的编码啊，那这档股票在简讯里面告诉你啊，你是用定价的方式119块钱，好，你就可以买得到，好，那一定有所谓的瞬间的买点。这个是简讯单，这个叫做瞬间的一个买点。好，那老师今天为什么会公布我的简讯单，包含瞬间的一个买点？因为林老师听说了哈，很多人呐、啊、是追价追到涨停板的哈。那林老师为了证明，我们真的就是在低档区定价119块钱。我们有去做动作，好，那也一定买得到。来，对时对价，这个时间点在早上9:14了哈，119，来，一定会成交，上下三档一定会成交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去买这档股票？你看到8月3号投信啊，做出了第一天的一个买超，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在早上9:14:22的时候。我们在119块钱定价去买，好，那恭喜一下我们的会员哈，那今天这档股票来，啊，没有让你的期待落空，没有让你的期待落空，
好价差最少，好，也就是说你买的价钱到尾盘收盘的价差，好，应该啊超过多少？好，超过五块钱左右了哈。那赢家就是属于一个事先布局，好，你之所以成为赢家，就是说你事先有去做出布局嘛，好，这是赢家跟输家最大的一个差别哈。那愿意，林老师愿意把这根涨停板10%，好，献给我们新进的一个会员，好，因为新进会员可能近期参加，好，那对严老师非常期待啊，所以说我们对于这张股票期待非常深，好，今天是属于带量上攻的哈，那简讯第二通，来，老师一定有恭喜你，啊，麻烦各位持股续报了哈，啊，股票操作哈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有诚信啊，操作股票来找对人啊，做对股票，啊，这是一句啊股市的名言，人不对。股票不对，想要赚钱，非常非常困难，非常非常困难啊！3260的微钢，我相信啊，这一波的一个大涨哦，你只要有买的到创新高，好，每一个人都会赚的哈，大赚小赚都是赚，但是你有没有得到你应有的一个报酬？也就是说，当一档股票它从低档区开始起涨，短线上面的涨幅，它超过了77%。在这一档股票里面的操作，你里面你有没有做到一个底部重压？你有没有在拉回的时候持续的加码？甚至，啊，你把别的股票卖掉了，再做第三次的买进？甚至你认为这档股票在日后的一个产业趋势啊会大涨啊，你会在所谓的上升轨道里面，好，持续的加码啊，低档重压拉回找买点，持续重压，好，换股操作，在这档股票里面。短线上面的涨幅高达77%，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。投资朋友们，你要掌握到一个成功的模式。成功的模式虽然可以复制，但是你必须要跟着专业的老师啊，我们一起来动作，我们一起来动作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出个买进的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赚钱。严老师愿意啊，以这个简讯啊。来跟各位分享哈，我们不会去虚伪造假。你是严老师的会员哈，你每天看的简讯啊哈，我相信老师的简讯啊非常具有公信力啊，不管赚多赚少，老师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啊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好，那今天创新高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6510的来金策来，这个时候短线上面哈遇到的所谓的压力。好，你就不要再去做出一个追价了哈。今天去买的人可能都套牢了哈。但是严老师要跟你讲的是，底部布局啊，啊，是低档区的时候你去做出买进嘛，在这个地方去做重压嘛，啊，然后股价在创高，老师昨天这个地方没有帮你做封顶的哈，也就是说我们算到昨天，这个短线上面的涨幅啊，超过48%了。如果说算到今天的话，最少应该来到55%。好，但是我们不要算哈，我们就算到48%啊，在这个地方的操作我们都是赚钱的，一直到昨天为止我们都是赚钱的哈。但是老师必须要跟你讲，你看得懂产业的，你知道这档股票的未来，你在低档区你一定会勇于去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，你一定会去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。就像严老师之前在节目里面啊，在今年的5月4日这档股票，老实说，有机会迈向股王之路。当时的股价是682元，今天的一个最高点来到944块钱。好，我们把44块钱去掉，价差接近超过200块。好，价差超过200块，要不要在低档区布局？投资朋友们，这个地方布局啊，必须有眼光啊，眼光要看得准哦。啊，你的眼光如果看不准啊。哦，你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，哦，拉回早买一点，啊，这是我们之前啊，我们操作的一个简讯的内容哈，价差44块钱，啊，跟200块钱、300块钱比起来啊，你现在就知道了哈，哦，不是很多了哈，来持续的看，啊，老师为什么要秀简讯给你看？老师希望我的会员啊，都能够在节目里面看到严老师，啊，好，秀给你看，啊，你可以做出个核对啦。啊，非常欢迎你啊！每一通简讯内容，老师都希望你怎么样来做出个核对哈，创波段新高，
啊，包含8月3号，啊，2根涨停板的时候啊，啊是一样，叫你持股续报，啊，但是后面的动作，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哈，这是我们对于会员的一个承诺哈。那当然今天的话，目前为止的话，你要做布局的动作，但当然，老师已经把股票准备好了哈，那老师也愿意伸出双手帮助各位，啊，但是投资朋友你要记得啊，股票操作不是一天，不是两天啊。股票的操作包含你资金的运用，好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，在关键点位你一定要做出个出手的动作，尤其是一档标股，当它开始起涨的时候，拉到涨停板的，好，拉到涨停板之前，你一定要进场布局，啊，那你要买的股票绝对就是倍数翻的股票，绝对不是只有涨3成、涨5成的股票，我们追求的是飙马股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呐，都能够做到一档倍数翻的股票，那倍数翻的股票一定是在低档区去做出个布局的，不是在所谓的高档区啊，你去做出个追价嘛。当时这边股价也是从低档区涨到这个高点区啊，但是目前为止啊，啊这个腰斩的股票在低档区啊，你真的不用怕。目前为止在整理形态跌无可跌的时候，这档股票有没有机会大涨？好，最近哦，近期哦，投信哦。开始由卖方转买方了，业绩的题材包含今年下半年它的成长性更高，但是股价在低档区，股价在低档区，那你要留意喽，是不是一档飙马股？有没有机会倍数翻？好，如果从底部开始起涨的话，这个倍数翻非常快哦，非常快啊！但是要麻烦各位事先布局哈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开放前面10位啊，前面10位的，你可以先把我们这份资料带回家，你可以先把我们这份资料带回家，等到发动点到了，我会叫我们的服务人员马上用电话直接通知你。你今天拿到这份资料的，麻烦你留下你的姓名跟你的电话，等到发动点到了，也许就在明天，我们会立即的来通知各位哈。现在就开放各位来索取我们这档。好，有机会，啊，成为飙马股的，有机会倍数翻的，好，这档底部起涨的股票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拨打您的电话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千金可买早知道，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顶级尊荣 VIP， 买一送68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即刻起限时回馈168，速洽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严分析师，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。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愿你股市股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姐，谢谢你，从我2年前失能后，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。没什么啦，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，等实施之后，妈跟我就轻松多了。什么是长照保险？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，全民共同分担保费。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，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。支持长照保险，减轻照顾负担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继续收看严老师为您主持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节目进行到所谓的下半段哈，那有个重要的观念要跟投资朋友们来做出一个分享哈。
很多的人啊，他做到反败为胜了、啊，啊，其实啊，这个困难点并不大，只要改变一个观念，只要改变一个观念，开大门走大路。很多的股票在台湾股票市场里面，在低档区真的有绝佳的一个买点，你只要看准了一档股票，基本面好的，股价在低档区的，出现一个叫弱转强的讯号。当股价在低档区开始起涨的时候，一个波段的行情就有机会看到所谓的倍数翻。而你不是说看到股价很强的时候你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，当你追价的同时啊，我相信你的财富啊，好，会渐渐的好去做出一个流失啊。那近期而言的话，有一位陈小姐哈，高雄的陈小姐参加严老师的会员了哈，那今天刚刚好啊，她办好手续了啊，那老师也请她买了一档股票，那这档股票今天非常强劲的哈，那她当然她心情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严老师有跟她讲一件事情了哈，那宾者哈，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，我们称为宾者啊，宾者有两种形态。啊，也就是胜不骄败不馁。当你很失意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各位来到股票市场里面的初衷。啊，那当你很胜利、很高兴的时候，你要居安思危。啊，这是我送给每一位投资朋友们要讲的哈。股票操作啊，还是要回归到所谓的产业基本面。这是严老师非常看重的，这个叫做产业的基本面。你唯有从产业基本面着手，你才可以知道哪一些股票在日后的行情里面哈，它是有机会大涨的。啊，不是说你先看到技术面，很多的股票技术面非常强，但是只有涨10%，但是只有涨20%，啊，比不上产业结构的一个变化。这是严老师在股票市场里面啊20年的经验。老师必须今天要跟你讲哦，啊，股票市场的名言啊，来，这个给你参考一下，啊，你认为对不对？你认为对，那你就去做；你如果认为不对，那没有关系，好，那你就看看就可以了哈，好，找对人啊，做对股票，啊，这个微钢就是产业趋势，啊，你今天看到了微钢大涨。底部区要重压，找对人做对股票。这档股票在今天公布所谓的业绩财报大成长，你有没有在低档布局？我们所有的会员啊，在这档股票里面啊，都是大获全胜，甚至你昨天参加严老师会员的，今天老师带你买进唯一的一档股票，定价多少？119元，来导播。我们看这个地方，119元上下三档买进，啊，穿价成交，时间在9:14:22，好，证据会讲话，119，啊，拉到涨停板，不是在快要涨停板的时候叫人家去追价啊，老师不会去做这种事哦，啊，特此澄清一下，老师有没有恭喜你？有了哈。看到了哈，金策啊大涨啊，在5月4日就跟你讲了，股王之路啊，今天已经来到944了，你从944减掉682好了，你自己算算看，价差最少超过200块，价差最少超过200块，当时我跟你讲是公布3月份的营收，我相信这张股票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你都很清楚，我们的侧标都明明白白的公开操作，公开操作。当然后面的股票老师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族群啊，在今年下半年包含明年啊，它的成长性啊都非常非常大啊，但是老师一样要利用拉回早买一点啊，不会带各位去做出个追加了哈，业绩成长目前为止股价还没有涨，老师还是要等拉回啊，所以说近期而言的话，老师会特别锁码到这些所谓的电子零件的小股票，这些小股票在未来台股啊里面的一个走势的话，我认为啊，短线上面的话，你要赚50%、赚1倍，应该不是问题啦。只要你看准了以后再出手，就像我们之前啊跟各位讲的神盾，好，
连跌三天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弱转强讯号，低买，高卖，拉回找买点。近期而言的话，在低档买的，我相信这个波段的涨幅都赚得到钱。好，那神盾老师有提醒你哈，甚至我们在我们的分享会里面也有讲，当形态整理的时候，你就要站在买方，你就要开始重压；当拉回的时候，趋势没有改变，你还是可以加码；当所谓的多方格局没有改变的时候，你还是一样可以持续的去做出个加码嘛。好，那为什么对于这张股票这么有信心呢？业绩大成长，它的业绩是大成长的。你说股价会不会反应？你现在去得到一个想法嘛，老师啊，它的业绩大成长了，成长幅度这么大，哇，都成长接近还有300%的，有没有机会转亏为盈啊？如果这样子，投资人认不认同？法人认不认同？我相信这个认同的比例应该会比较高的哈。但是在这个地方低档区。有没有人带你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？啊，弱转强的讯号。先看基本面哦，这个叫专利权144，这个叫指纹辨识商机。我们在12月就跟你讲了，现在已经几月？8月了，啊，买了之后啊，不是赚一根停板，不是赚个10%。先跟你讲哦，一档股票你可以赚一倍，你就赚一倍哦。你可以赚2倍，你就赚2倍啊！有时候股价的操作啊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啊。当股价在涨的时候啊，它会超乎你的想象啊。当股价在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当股价在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说老师？我跟你讲哈，我们也不要太贪心，我们赚一根就好了。严老师也不贪心啊，我们应该赚多少，我们就赚多少，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。啊，7月7号，啊。这个地方可能是新朋友跟旧朋友都进来了，啊，连涨3天，三星已经列把指纹辨识列入到所谓的标准的一个配备了，好，我们的简讯呢，来给各位参考一下，啊，绝对不会虚伪造假，啊，你放心，你参加老师会员啊，上面跟你秀的简讯啊，跟你看到的简讯如果不一样啊，啊，愿意啊负法律上面责任啊，来，主流股你现在认同吗？高档区你千万不要追哦，老师先讲哦，啊，股票操作啊有方法的，啊，严老师的操作会带你去追吗？不会啦，我们都是低档区去做出个买进布局的动作啦，不会带你在高档区啊去做出个追价啦哈。那我们现在啊准备要举办所谓年度技术班教学啊，那今天花点时间了哈。这个技术分析的领域里面啊，来导播拉近哈，来老师全部给你列在这边了哈。我们要教给各位的非常多 ，K 线一根、两根、3根，形态攻击反转信号，好，均线的部分短中长配合我们的开盘八法，我们的开盘八法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分为前期、当下跟未来。好，来导播好，注意了啊，你就不要动了哈。波浪理论帮各位怎样波幅抓转折，包含量价结构。黄金切割率，啊，0.382、0.5、0.618，你是要测一个叫满足点的一个讯号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好，那当然开盘八法是我们这次主讲的一个主轴啦哈。但记得老师要教给你的是等距测幅，这个等距测幅啊分为多方跟空方，好，这个关键的一个密码250，啊，老师没有骂你啦，250、500、1000，好，非常标准的一个等距测幅。再从基本面着重在所谓产业的一个研究，好，来帮各位来寻找标码股哈，啊，后面的老师就不讲了啊，指标啊，还有一个叫做非常特别的哦，啊，对于不会的人，老师会加强，帮你做特训，好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好，一年只有一次的哈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要好好把握，好，那股票操作你要锁定什么股票？标码股，你一定要锁定标码股。那如果说你对一档股票的基本面你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，你对产业面的研究不是那么透彻，你说老师，我今天要做到一档标码股，你想可能吗？可能吗？机会不大，啊，那必须要从产业的结构下去做出一个学习嘛。所以说你不要本末倒置啊，要先学基本面啊，不是先学技术面啊。技术面只是让各位早买一点啊，哈，老师能够教你的一定会教你的啊。好，那你今天要做这个动作吗？如果有一档标码股让你来锁定，它有机会涨一倍，
你要不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？你要不要把握好好机会？名额只有十个啊！当这档股票有机会会成为飙马股的时候啊，一定有个上车的机会。好，那今天你要做一个动作，你把这份资料拿回家以后，留下你的姓名跟联络电话。当这档股票开始发动的同时，我会请我们的服务人员立即的用电话拨打，好，你留下来的手机或电话。好，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份资料带回家，好，限前面十个名额，新会员、新的投资组合，三档股票，严老师亲自通知。今天重要资料，麻烦各位来电来索取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可买早知道，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顶级尊荣 VIP， 买一送六八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即刻起限时回馈168，速洽02-27810909，27810909。韵达投顾严分析师，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。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0909，2781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0909，27810909。台湾要和世界做生意，需要更多的好朋友。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，我们当然不能缺席。台湾走出去，经济更有利。